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现在讲到，就是观世音菩萨由耳根修正圆通成就之后的妙用，有三十二应，十四无微，四不思议啊。这是简单说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成就之后的微妙的功用。前面三十二应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十四无畏，就是使众生远离不畏的功能。略说有十四种，这十四种无畏啊，就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两番问答的初番问答。无尽意菩萨问佛，观世菩萨以后因缘名观世音，那么佛的答复有总答有别答，然后劝持名，总答为一，别答免七难离三毒满二求，就有十二种。那么再加上后边的劝持名念菩萨的圣号那么跟前面的总答合并起来就是十四种，叫做十四无畏。这里就是把总答排为第一啊。观世音菩萨当时三十二应的这个妙用说完之后，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复于此闻心闻修金刚三脉无作妙力，以诸十方三十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两故，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这是总说。观世音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我观世音就以我过去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以此熏习本性中由闻性启发出的这个妙用的修法成就这个金刚三脉，能破坏一切烦恼而消除一切的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然后成就这个本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用能够成就众生的一切心愿得到圆满，这个叫做金刚三脉。那么它是无所作为，不用造作那么以不用造作的不可思议的妙力，妙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神力妙用，那么跟十方三世六道众生同样的悲凉，众生正在受苦那么菩萨的大悲心要去救度他，那么众生仰慕菩萨的圣德，所以叫做凉。以众生同悲凉的缘故啊，此令众生在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上，与我身心的我是观世音菩萨自身在菩萨的身体是现身说法菩萨的心力就是以冥冥中加倍一切众生，使他离苦得乐他能够使令众生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由这十四种的无畏，畏是众生的部位，众生有什么部位呢？根据华严经十地品初地里面说，众生有五种部位第一就是不活位，生活上如果不能够一直生活，那就变成有不活的可怕的情况出现，就是不活的部位那么第二种就是恶名位，世间上做人好名声人家尊扬，假如有不好的名声出现让人讨厌
好像这个遗臭万年了啊、那种的情况就是很可怕，也是这个叫做恶名位，就是第二啊。第三是死位，六道众生无论你在哪一道，有生必定有死啊，人有生老病死啊，万物有生住异灭啊，有死位啊，死了一生就结束了，而且死是逆转，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众生怕死，世界上没有人不怕死的，所以第三有死位啊。死呢，如果造了恶业会堕落三恶道，所以第四有恶道位啊，造到恶业就会堕落在恶道里，地狱恶鬼受伤受苦，那就是第四恶道位啊。第五啊，大众伟德位，在平常如果是自己的修持不好啊，如果不如人家，在大众当中他看到大众的伟德会升起不威，这就是华严经所说的五种不威。众生有这五种不威，那么观世菩萨使他离位，所以菩萨叫做离不威啊，使令众生能够离去一些不威，所以也叫做是无畏者，他专门布施众生无畏的啊，这个大菩萨啊。功德越菩萨这边讲，菩萨成就这个功能的用，所以使众生呢能够远离不畏啊。那么这是先总说，然后分别说明，一则由我不自观因，一观观则，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生，即得解脱。这是十四无畏的第一种啊。由观世菩萨啊，他在因地修耳根圆通，不自观因，不像普通一般众生听到外边声音就被声音所转啊，我现在是反观自心，不被外因所转，所以叫做不自观因，我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往外观察外面的声音，我是以自己的本性为所观啊，不观外因而观自心啊，观察我能观自性的这个观者，就是由本有的啊、本觉的智慧发起此觉，开始觉悟的智慧来消除烦恼啊，而得到究竟觉，那么就是本有的觉性究竟究竟圆满啊，这个能观这个所观的这个本有的智力啊，由此启发智慧啊。一方面自己圆证这个圆通的功能，一方面实令众生也以这个功德能够远离一切苦恼，所以能够使令彼十方世界苦恼的众生啊，观其因生即得解脱啊。这个观其因生这一句啊，因为他中间没有提到念菩萨的名号，所以有人解释啊，因为众生在受苦恼的时候要像菩萨这样反观自性，不被外尘所转，反观自性才能够解脱苦恼。这种说法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郑迈书啊，焦光大师就破斥这个说法不对啊。因为众生正在受苦恼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修观呢？例如说正碰到严重的灾害，你叫他修观他有可能吗？平常时修观都要上根上智，何况在急难当中是不可能修观的啊。这么应当是称名，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以持名的功德才能够消除灾难。那么这就是《法华经》啊，这个佛的总大里面这个无量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啊，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使令他得到解脱。所以里面有一心成名的文字，
叫这个受苦难的众生啊，专一起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够消除灾难。那就是用意在要众生，持名，有持名的功德，才能消除灾难啊。持名比起修观来容易得多，只要你知道有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从心想起，从口念出，至诚恳切，求菩萨加倍救苦救难啊！至诚恳切念菩萨的名号，就能消除灭灾难。因为，这部经啊，在观世音菩萨自己本身说的话，他是先说自己的修因成就，然后以果德来使众生离苦得乐。因此啊，他把这个果德方面啊说的比较简单，因心的修行啊说的比较详细，所以他每一条开头啊都有一句两句说明他有修因的功能。法华经是佛说的，佛是说菩萨的果地的功能，没有说他的修因。只要有人闻到菩萨的圣号，称念他的名号，由此就能够得到解脱。因此啊，正脉里面这样说，令彼十方苦恼众生啊，下面这个观其音声的中间啊，就是众生下来的观其音声，这个中间加上两个字就很显明，可以表达出来啊。就是说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蒙我观其音声，加蒙我两个字，承蒙的蒙啊，正脉里面这样解释，说你加上这两个字，就显出这个要众生持名的意义出来。蒙我，我是观世音菩萨自身啊，只要你能念我的名号，我观察他啊，求脱苦的音声，观其音声是菩萨观察众生正在受苦，称念菩萨圣号的音声。所以其指众生，音声指众生正在受苦的时候称念菩萨的圣号啊，一心专称南无观世音菩萨，由此啊菩萨随时啊感应，使他离苦得乐，有即得解脱，随时就能够得到解脱。这一点呢，我觉得正脉的意思说得很周到啊，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也按照正脉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说得很清楚啊，应当是这个样子，就是众生要念菩萨的圣号啊，以持名为主。假如你不念菩萨的名号，修观很不容易的啊，因为平常时就不容易修观了，何况是在急难当中，急难要众生修观，这是有困难的，所以只要称名就可以啊。华严经入法界品啊，就是八十法愿的最后一品呢，从第六十卷开始有二十一卷，也就是四十法愿的全部啊，就是四十法愿全部啊，就是入法界品啊，详细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里面说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么里面也有参照观世音菩萨啊，就他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到了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到二十七位，那么这是已经表现是从十住十行到十回向位啊，里面有参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这一段啊，那么因此观世音菩萨他跟善财说明他以大悲心爱护众生的这个情况，里面就有这么一首句颂说，若有众生遭恶难，种种苦惧迫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由不。这是四十华严里面啊，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他使众生离苦得乐，救苦救难的情况，只要众生自心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若能自心称我名，这句最重要啊，人如果能够自心自诚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一切解脱无忧不
所有的苦恼通通都能得解脱，不必忧愁啊，也不必不为得到安宁啊。这就是先总说，别说里面七难啊，没有包含的其他的一些灾难，通通包含在这个总说里面，就是这个第一种。第一种就是总包含一些种种的灾难，都能使他离苦得乐。从前浙江省有个上虞的地方啊，有一个米商在长江里呀、河流里开船，从前都是庞克呢用船呢在水道里运载这个食粮米粮到各地方去啊贩卖。这个米商啊，他因为开船啊，可以说随时随地都会有灾难的可能，因此他学佛，而且是专修观世音菩萨法门。他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小小的啊，在自己家里呀有一个小佛堂供观世音菩萨像啊。凡是要去做工作的时候，就把菩萨像请到他的船上，船上有一个小小的啊，这个供养菩萨的这个小堂啊，把菩萨像请到船上啊，在水路里啊这个游走。一方面呢，只要心能够念菩萨的时候，随时随地念观世音菩萨，一天到晚不断的就这样做啊。下班的时候回来，就把观世音菩萨像请回家里，供在自己的小佛堂里，点灯啊，烧香供养啊。那么天天都是这样子，早上也是点香烧香供养以后啊，修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关于这个修法修好了，然后时间到了就把菩萨请上船，菩萨像跟住他上船工作，跟住上船回来，跟住下船，是这样子，天天这样子过日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晚上，他在睡眠的时候，半夜呀、观世音菩萨出现了，他供养的菩萨啊，跟他供养的菩萨的脸相完全一样，现在他的面前啊，就教他，他说：“你这么虔诚，我现在有一首句诵，你必定要把它背起来，不能忘掉。”要这样子做。那么这一首句诵是什么呢？菩萨说啊，逢桥莫停舟，桥梁的桥，碰到桥有桥的地方，舟子是船，你不要在那个桥下停船。第一句，逢桥莫停舟啊，碰到桥你不要在桥下停下来。第二句，逢油须摸头，碰到有油的时候，把那个油摸起来，摸在头上，摸在头上。摸头的摸啊，翘手旁一个本末的末，本末的末是摸在头上啊。碰到油，你把油把它摸在头上，这是第二句啊。第三句啊，躲过三升米，一斗的谷子啊，做米的谷子啊，一斗就是十升嘛啊，斗谷三升米。第四句，苍蝇去鼻头，苍蝇啊，火刑呐 啊，苍蝇去鼻头，这四句，在梦中指示这个米商，你好好的记住这个句诵，照这样子去做，才能免难。那么这个米商在梦中啊，菩萨指示他记得很清楚，醒过来了，哎，四句完全还明白，就把它写起来啊，贴在自己的船上啊。那么第二天上班了，去载米了啊，因为到了一个小河的地方，进入那个河流啊，那个地方那个小河流的地方，他船要进去啊，要把米送到里面去啊，那么要经过一个小桥，一个石桥，那个桥啊是用石头做的，角，这个石头做的桥已经年久失修了，
会掉下来，有危险。他平常时凡是到了这个地方啊，碰到下大雨或者是打雷，他就在这桥下藏起来，躲在桥下，这样子不会淋雨，也比较安全，一向是这样子。今天经过这个桥啊，突然想到观世菩萨梦中只是这一句逢桥莫停舟，哦，这个地方不能停啊，会有危险，因此他赶快就开船就走啊。而且不但是他，还有其他的船在桥下，他就大声地喊逢桥莫停舟啊，要大家赶快走，不要停在桥下啊。可是啊，有些人是一向停在那边不愿意走，有人呢、啊、迷迷糊糊听着米商的话也跟着就走，走不到200步的这个地方，桥就断掉了，整个桥塌下来，那么没有走的船就被压下去了，压死了，走的就没事了。这是第一个感应，第一句第一个感应。假如他照常停在桥下，那就没有命了，因为这个桥整个石桥断下来，石头是很重的啊，压下来啊，没有走的船都被他压掉了，都压死人。那么他走了，结果把这个命救到了，哦，这是第一句感应，哦，心里好高兴呐、啊，感谢菩萨的慈悲啊！假如昨天晚上不只是我今天就没命了，啊，那么一直到了晚上回到家里啊，非常非常的至诚恳切，啊，就把菩萨像请回自己的佛堂里供起来，啊，那么因为信太急了，赶快要点香，从前人都是用油灯呢、啊，而他用的是用香油。很香的香油啊，来点灯供养菩萨。这个时候因为他乱心乱，赶快要请菩萨像去供养啊，一方面急着要点香啊，就碰到这个油灯倒了，这个油灯倒了，油倒了一个桌子，一堆地面都是油啊，他就想到第二句逢油须摸头，哎，赶快哎，把这个油摸出来，就摸在头上啊，所有的油就把这头摸出来，就摸在头上。那逢油须摸头，您知道从前的人呢、啊，男女都是长头发的，都是长头发的，女人比较啊有化妆，有用这个油性的东西，她平常是没有的。今天菩萨叫她把油摸在头上，摸得油油的，整个头都是油油的，又香又有油很多。那么也今天很累了，而且碰到这个逢桥莫停舟的经过，她就躺下来就睡着了。他有太太是供一个床，到了天亮醒过来之后啊，发现了、啊、他的太太的头啊断掉了啊，这个脸地头咖啊，身体在床上，头已经断掉，被人杀了，一床都是血，他身上也沾血了，哦，好可怕，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半夜被杀掉，不知道是谁啦。啊，现在也没有办法，必定要报官，不报的话，会找到更大的麻烦。那么法官就判定啊，说你可能是你自己把他杀掉啊，自己来报案。那我不可能这个事情呢、啊。可是无论怎么说，找不到这个杀他的人呢、啊，那么法官就硬是把他抓起来，说是他把太太杀死了，啊，然后才来报案。变成这种案子，啊，实际上他是莫名其妙睡醒了才发现，可是无论你怎么说没有用，就是死刑了。哎，等到这个法官拿取笔要定罪，定他死刑的时候，笔拿起来呀、啊，好多好多苍蝇把他的笔抓住，啊，不让他下笔。他拿住笔要写的时候，一大堆苍蝇把他的笔尖呢、啊、抓起来，不让他写，哎。法官用嘴吹，一把他吹走了，他要写，哎，又来了，就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笔写到这个纸上，哎，就觉得很奇怪啊。从前的法官旁边有师爷啊，师爷头脑很好，就看到这个情况啊，这必定其中有缘故啊，不能就定罪，就马上再把这个米商找来问啊，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啊，你再详细告诉我。他就把他拜观世音菩萨，
给他说的这一首句诵说出来，他说虹桥牧亭洲，这个第一句有应验。第二，逢游须牧头，我也牧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太太被人斩头了，死掉了。第三，斗过三生迷，不知道，还不知道。第四，苍蝇去鼻头，这个时候出现了。他正要下鼻的时候，苍蝇去埋在他的鼻头上，不能下鼻，不能定罪。这第四句已经出现了，就是第三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意思。这个师爷特别聪明，他想到这个斗过三生迷，一斗过就是十生，十生的过只有三生的迷，剩下七生是什么？逼坑，逼坑啊。那斗过三生迷就变成七生康，七生康，康字啊，米康的康啊，米字旁一个康健的康，康，米字旁一个康健的康啊，七生康。这个师爷一想，可能杀这个女人的人呢、姓康名七，可能是康七啊，马上就问这个米商，你的邻居附近有没有姓康的人？这个米商一说，有有有，我那附近就有一个姓康的青年，叫做什么名字啊？他叫做阿七的七。对了，这字第三句出来了。这个杀他太太的人呢、可能就是这个康七。马上下火线把这个康七抓来，抓来审问他，当然起初他不会承认了那就把再审，再审。古代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啊，不一定要拿证据的，所以他只要一再的审问把这个实际情况说出来。他做贼心虚呀，既然再三的审定他没有话讲了，就承认了，说他是跟这个米商的太太有私通，彼此来往已经很久，就是准备打算了把这个米商杀死了，他们两个就可以变成鸳鸯了是这个意思那天晚上去杀呢，因为晚上摸不清楚哪一个是男的女的，要判断男女只有摸头发，摸头发。他想到这个头发油油的毕竟是个女的，头发比较没有油的那可能是男的，因为在晚上也没有点灯，看不到，两个人都正在睡着了。那么他爬进去就摸头，摸到这个一头都是油腻的，他认为是个女的，波兰那边没有那么油的，以为是男的，就把这个没有那么油的把他杀掉了，一刀就把他杀掉了第二天才发现知道杀错了那么结果把自己需要的人杀掉了，而要他死的人结果是还是健康在世了。那么因此他杀错了也没有人看见了，他也不愿意说他要保命那么今天既然是菩萨事先说出来了，斗故三生迷，你想吗？让你去想，你能想得出来吗？因为一斗故绝对不止三生迷的，一斗故哪里止三生迷现在斗故三生迷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因此这个师爷可能就是菩萨的加倍，让他享受这个康熙这个人，结果就把这个正犯抓到了然后这个米商就没事了。想想看，观世音菩萨的感应真是不可思议他会在梦境之中指示他这一首句诵，而这首句诵第一当下的感应，假如没有桥下的感应他还不会那么积极去做。既然第一番有感应，那么逢游须摸头，不管他怎么样就是摸头，摸到一头的油救了他的命，否则那一天晚上就没命了，必定要被杀了可是杀掉他的太太那么他变成了自己杀太太而又去报案，发生这种情况。假如没有斗过三生迷这句话如果没有苍蝇去鼻头这个第四句引发这个第三句那么他还是很危险，还是有死难的因此之故有这两句
把这个正犯抓出来而救到米商的命，这就是修持观音法门真的能够做到救苦救难。这个故事记载在一部书叫做蜀山仙丛谈，蜀山仙丛谈，书木字旁的书，木字旁的书，就这种树木啊，只能做善财，它很松的树木啊，又很粗，没有用啊，是没有用的木材。这书书善仙仙木车子旁橘子旁的仙，书善仙丛谈这部书里面记载这个故事，地方是在上夷，不过这个米商没有姓名啊，他只写这个上夷的米商啊，哪一个朝代里面也没有说明啊。不过现在啊，由这个徐子敬居士所编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观世音菩萨感应颂，把所有从有佛法以来在中国所有的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事迹啊，分门别类啊，编成一部感应颂，先用句颂总包含啊排在前面，然后啊一条一条举出他的这个事实的情况，把这个感应事迹啊一一编出来。那么这一条是记载在这个感应颂里面的免杀免至被杀的那一条里面啊，因为这一条它不止免杀了，里面还包含很多的意义在里面，我先在这个地方先说明啊，因为它由这个不可思议的感应呢，让那个地方上的人大家都在修观音法门。这个故事我是在民国37年在中立圆光寺读书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是慈老说的，当时是第一次有知道有这个感应事迹啊，是第一次就民国37年听到慈航老法师他在教室里教导学生的时候说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就曾说到这一条。那么当时我很用心的听啊，就把那个句诵都记起来，后来看书发现这个记载，而且这个感应颂里面也写得很详细啊，而且也把这个书名列出来，是出在这本书当中，可见这是真真实实有这故事啊。那么这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呢、啊、他在总大里面所有众生任何苦恼，只要自称称念菩萨的名号，都能得到免难啊，有这么殊胜的功能，所以呀、家家观世音呐、在中国佛教里没有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而且观世音菩萨不但是佛教里面很普遍，连道教里面也有观世音菩萨，道教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叫做慈航大士，慈航大士或者是慈航菩萨啊，甚至他称慈航天尊啊，就是把那个观世音菩萨不但在佛教里面显圣地啊，连道教里面也有慈航普渡的这个道理啊，显示这个菩萨不可思议啊。这是总义，下面是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第一是免离这个火灾，第二是免离这个水灾啊，那么一条一条说明。所以第二条就说，二者知见宣福，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知见宣福这一句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自修的因地的修行啊。知见就包含六根所对的身体的作用啊，在眼叫做见，在耳叫做闻，在鼻子叫做嗅，在舌头叫做尝，在身体叫做触，在意叫做知啊。这里知见两个字就包含这六根所起的作用啊，宣是转过来啊，返本返原，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自性，福
福音福本有的自信，就是啊，回光返照照自信啊，由自信的智慧光明发现啊，消除一切烦恼啊，回复本有的自信光明啊。因为知见这个见呢，眼的见是属火的啊，如果有的时候眼睛会火冒金星啊，那就是显示这个知见是属于火，因为知见属于火，所以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只要把知见悬浮了，就能够消除火灾啊。现在讲第二种是免火难。这火难以下呀，在普门品就是别说七种恶难啊。那么这七种当中，第一种就是免火难啊。所以普门品说，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委身力故。这里说知见先夫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因为见是属火的啊，那么所以假如不能把见转过来啊，回观本性，那就可能啊，就被这个见火所烧啊。详细后边经文呢，还有说到啊，这里说如果能够知见先佛像观世音菩萨，那火是烧不了他啊。那么众生还没有知见先佛，那只要自诚称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免除这个火灾的灾难啊。关于这个免难的四证啊，因为圆圆法师的讲义呀、比较普及啊，我想如果是在对楞严就有心要学习的人呢、差不多是人手一部这个讲义的。因此我就按照这个讲义里面所有引用的四证呢，把它提出来做参考啊。一方面自己可以查出这个原文啊来研究啊。关于这个免火难的这个引证，在圆净法师讲义里面，他引用这个竹长寿的这个故事啊。所以他说《应验传》里面记载，竹长寿啊，就是附近火灾，不是他本人，附近的房屋遭到火灾了，周围都在烧，而他竹长寿这个人住的地方是在下风，就是风向正吹到他那边的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常理来看，竹长寿的房子又是草房子，那个时候他多数都是用草去做的房子，他这个草房子遇到火，无论如何免不了，必定会被烧的。所以讲义里面说，就是这种草屋啊，灰一火星也会燃烧，一粒火星，小小的火星灰进去这个草屋也会被烧的，何况周围在大火在烧呢。很奇怪，周围的火烧来了，这个朱长寿本人呢，自己觉得没有路跑啊，跑也没有用啊，有些人就要搬东西走，搬也搬来不及了，因为他一向就修持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他就跪在菩萨像前，自诚恳切地念观世音菩萨，不管他烧死也算了啊，就是自诚念观世音菩萨。很不可思议的，火烧来到了他的房屋，他的草屋旁边了，隔壁的被烧了，而火会转向，不烧他的屋，把他的房屋啊草屋保存起来，完全没有被火烧的这个现象啊。那么一般人看了觉得很奇呀，附近有几个青年啊不相信这一套啊，以为是正好烧到他那个地方，火势刚好风向转了，
就转变过来，没有烧到他的房子，因为是这样子。而这个听年有的比较啊，这个不听话的，他就啊，我试试看，啊，看他的房屋是不是真的不会着火烧。找到有一天晚上啊，风向风力很大，而且又很干燥，很久没下雨，这个很随便呢、啊、就可以把他的房屋着起来的。那么因此这个青年就把这火把丢下朱长寿的房屋啊，可是很奇怪的，这个火把丢进去呀、啊，火就灭掉了，丢一次灭，两次灭，啊，那么按照记载是四次，丢四次都烧不着，哦，这个青年才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必定有神力，否则火为什么烧不着啊？那么这个青年呢、啊，自己不好意思啊，有良心，第二天早上啊，就跑到朱长寿家里跟他忏悔。说我昨天晚上我丢火把烧你的房子，结果都烧不着啊，连我的火把都灭掉，那么觉得你有神力，不晓得是什么神通啊，那么我现在要向你忏悔。朱长寿说，我没有神力，我只念观世音菩萨，是菩萨加倍使我免难，并不是我有神力。这是讲义里面引用的故事，里面有点不同的地方，跟原来的这个说法有些出入的地方，我提出来做参考。第一个，这个人名竹长寿的这个竹字啊，讲义用这个竹寿的竹，不是的，他姓啊是姓这个天竹的竹，竹字头下面有个两横二啊。竹字头的二，这个竹就是印度从天叫做天竹了，天竹，他的姓就是天竹的竹，不是竹寿的竹，啊，无论在哪一本这个《因缘传》里面记载呀、啊，写的都是竹字头二字脚那个竹，没有竹寿的竹的，这是同音字。而是天竺的竺。根据历史记载，竺长寿这个人，他的祖先是印度人啊，而他的父亲到中国来啊，而竺长寿这个人是生在中国啊，而他的祖先是印度人，姓竺，所以叫做竺长寿。寿是树长的寿，祝福的那个祝，这是一点，是姓啊，应当是讲义里面的竹寿的竹的姓啊，错误了，是错，应当是按照原来的历史记载啊，这个竹字就是竹字头二字脚的那个竹啊，按照讲义里面写景元康中，景是景朝，景朝就是三国以后啊，三国以后晋归司马氏啊，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儿子都很能干，而司马师先死掉，司马昭他就要学曹操，打算把这个篡位的工作啊由他的儿子来做。司马昭的儿子就司马炎啊，发炎的炎呢、啊、两个火啊，这个司马炎也是相当不错的人物，头脑很好啊，也很有聪明啊，学问也不错。那么司马昭老早就计划啊，他封景王，那么将来他要他的儿子啊学习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位啊，曹丕篡汉啊、那么他的司马炎打算给他篡位啊，就学习这个篡位的方法。所以平常有句流行的话说，司马昭之心啊，路人皆知啊，这司马昭的心，他打算把这个位置要由他的儿子来篡位啊，做皇帝，这个
在当时啊，一般人连走路的人那、啊、都会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有曹操的儿子曹丕的经验，距离不过几十年，四十几年而已啦，所以他看出，人家都看出，看出司马昭的儿子啊，司马炎可能就会学习曹丕呀、啊、篡位，嗯、啊，那后来就变成事实啦，啊，那么司马昭死掉了，司马炎就篡位了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三国尽归司马氏，有人说三国尽归司马懿，不是司马懿，因为司马懿他是老祖宗死掉了啊，司马懿是阿公嘞，啊，而经过司马昭儿子，然后才传给他的儿子，啊，那么司马昭一死，司马炎啊就接住他的景王的位置，不久啊就把这个魏朝的皇帝位把他转过来，这三国定归司马氏，叫做景朝。西晋是这样子下来的。历史称司马炎叫做武帝，景武帝啊，这个按照这个讲义里面所说的元康，原来这个健康的元康，这是司马氏的天下，景朝的这个年号。而元康的年号啊，景武帝的儿子，景武帝就是司马炎，司马炎的儿子啊就是惠帝，景惠帝，景惠帝的年号叫做元康。惠帝各位知道吗？就是不吃肉糜的啊。那么这个大臣向他照说，老百姓很苦啊，没有饭吃啊。他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呀？他在皇宫里，他做皇帝吃肉糜吃腻了啊，他没有饭吃就吃肉糜嘛，他不知道那个肉糜比饭要贵个贵几十倍，嗯、所以这个啊，戆皇帝了啊，这傻皇帝啊，那么不吃肉糜，这个话一直流传到今天，大家都知道，他们有的时候选举还拿出来谈呢，嗯，是景惠帝的年号叫做元康，啊，这个元康的年号啊，在西历纪年就是291到299。西历291年到299年这一段时间叫做元康，啊，那么距离现在就是1700年前，啊，那么这里写年康元康是由景惠帝的年号，这是在西晋，但是在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记载里面呢，只有一种有这个相同的文字，就是。智者大师的观音一书解释普门品的观音一书，从前普门品就叫做观音经，唐朝以前凡是讲观音经都是指的普门品啊，所以南北朝到隋朝很盛行啊，盛行观音经就是普门品，说念观音经就是念的普门品啊，而智者大师普门品的注解叫做观音一书啊，那么后来有智理大师的记啊，观音一书里面呢、啊，他对于这个听案的解释啊，有四证啊，就事实的感应证明，火难的事实证明也是引用这个竹长寿的事情啊，而他这个一书里面的竹字就是竹字头二字脚的竹啊，名字是相同的，也是写在景年康中啊，按照原来辩证论里面举的这个原来这个事迹啊是没有元康两个字啊，是景朝但没有元康两个字，是不是在年康时候不得而知，这是第二点的不同啊，真正这个竹长寿的故事是记载在辩证论变是这个变台的变啊，中间是一点一笔的啊，不是言字呢啊，辩证论里面呢、啊、有这个记载，辩证论这一部书是唐朝法林法师所著的，因为当时有道教的
这个人呢，向当时的唐高祖李渊啊，要他把佛教废掉，把佛教废掉啊，直传我们中国原来的道教。那么因此他举出这个佛教的种种不是啊，而这个法林法师啊，学问很好，而且他曾学过老道，对于道教那一套他完全清楚。所以这个法林法师编啊著一部书叫做辩证论，在辩证论前面他曾写一部破邪论，破邪论是完全破之道教的，辩证论就说明佛教胜过道教的地方很多啊。那么里面呢有一段文啊，他是专讲这个感应故事啊。辩证论一共有八卷，有十二篇，他这个八卷十二篇的辩证论里面第八篇啊，叫做信回交报篇，信回交报篇，对佛法信的功德回报的过失啊，交相说明这个果报，这个叫做信回交报篇。这里面呢就有这么一段文，说明这个竹长寿念观世菩萨火不烧的这个事情。他的原来的正文是长寿一唱而风回啊，长寿一唱就他念观世菩萨啊，而风就回转了，不会烧他的房子。少年四头而火灭，那个不相信佛法的少年，他认为这个不可能，要放火把它烧了，是四头啊，投了四次，现在讲义里面说是三次，哎，少了一次，哎，掉了一次啊，应当是四次啊，因为按照辩证论里面原来就是四次，因为他的原文是少年四头而火灭啊，这个不良少年啊，四次用火投到这个竹长寿的屋子里面，火都灭掉，都不能燃烧。他这个两句话下面然后再解释，详细注明竹长寿当时的感应故事啊，四头变三头啊，讲义里面少了一头啊，这本来他四头是同时一个晚上投四次，而讲义里面变三天，一天投一次，我看他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样玩吧，应当是一个晚上投四次啊，按照这个辩证论里面所说是一个晚上四次投火烧它都没有着，不可能说是今天放一次，明晚放一次，后晚再放一次，他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样玩吗？万一被人发现他怎么办？那要抓起关起来呀、所以这是写的时候的笔误，应当不是分三次，而是一次把火丢了四次，四把火就是一次丢一把，丢了四次就烧不着啊。这一点跟原来辩证论所说不同啊。还有一点呢，住址不一样啊。讲义里面说的是在长啊，这个洛阳，说是当时竹长寿是住在洛阳啊，所以因他这个讲义里面说景元康中于洛阳住草屋啊，这是住的地方在洛阳，按照辩证论不是洛阳，是在吴中，有的写吴下，吴啊是浙江省的啊，就是从前的吴越国啊，他是住在吴的地方啊，就是吴越国的吴的地方啊。在竹长寿这个事情呢，按照辩证论写的是吴中，他住在吴国的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有的写吴下啊，所以这是地点不同，住的地点不同啊。讲义是跑到洛阳去了，而辩证论原文是在吴中啊，这些小小的不同啊，实际上是不必说的，但是不说，如果有人看到，哎，这两个地方不同，名字相同，又有一姓又不同啊，四次变三次，
究竟是一个事呢还是两个事，意思就是说这个感念是两个还是一个，会发生这个疑问，应当是一个，足长寿是这一个人，写成不同的情况，有的有元康，有的没有元康，这里说洛阳，另外说吴中，地点不同，这个可能以后抄写呀，抄来抄去总会有点发生问题的，我觉得应当是以辩证论的做标准，为什么说以辩证论的做标准呢？因为徐子定居士编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啊，他是用辩证论的说法啊，不是用其他的说法，所以他必定是看过所有的感应颂，所有的文字他都看过，他选用辩证论原本呢，就是又认为这个原来的文字应当是出在辩证论，应当以辩证论为标准啊，所以辩证论所说的感应颂就是按照原文照抄下来啊，就没有把它改变啊，只是无中无下啊。那么在感应颂叫做无下，交集无下啊。主长寿这个辩证论原文是在无中啊，就是无国之中啊，无国之下是可以通的。那么因此如果你看到这一类的感应颂有不同的地方，以辩证论做标准，也就是以感应颂所说的做标准啊，这是如果遭到火灾啊，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消灾免难的这个古代的因证，这个古代的因证啊，我们现代人或者是没有看到了哦，我那么久的事情，你也许你比较不容易真正了解，我们举比较近的，比较近的哦，比较近的就是以民国来说吧，就是民国十一年，日本好像就是大正十一年吧，日本大地震，那是日本的大地震当中啊发生引发的这个火灾相当相当严重啊，当时由派人到日本去慰问了啊，就是一位姓包的包承志，还有一个姓杨的，他们代表中国到日本去慰问他这个地震以后引发的火灾，他这个慰问过了之后写信给印光大师啊，他写信给印光大师的这个信里面说，日本这一次的由地震引发的火灾啊，死亡的人数啊在30几万以上，写啊骸骨三地啊，东京的浅草区一带啊，差不多全面都烧光了，浅草区的公园的水池啊都烧干了，浅草区的公园里面有一间观音堂，里面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像啊，这个观音堂只有三间草房子，普通的房子了啊。那么当时因为这太严重了，火烧的到处都是，没有地方跑啊，这个观音堂啊挤满三万多人挤满在这个观音堂，你观音堂的周围满满，连屋顶都有啊，到处都是人，大家齐声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因为周围都在火烧啊，没有地方跑啊，这三万多人就在观音堂周围啊拼命的念观世音菩萨，果然是有感应了，这三万多人没有遭到火烧，而那个观音堂也完全保存住，也没有问题，由此啊可以证明念观世音菩萨能免火难的这个事实啊，所以当时日本人看到这种情况都非常的赞叹啊，说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啊，假如大家都能持念观世音菩萨，这个火呢可能就会免离很多，那么最起码观音堂救了三万多人，一个小小的观音堂救了三万多人啊，这就是观音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这是关于火灾，像这类的感应呢多看
观世音菩萨感应颂里面这个免火难的那一段，他引证所有免火难的火灾的那个记载啊，通通收集在感应颂里面，一条一条列出来，多到十几条二十条啊，好几页连著记载有关这个火灾在免难的事实啊。这是在现在经文上第二能免火难啊，火不能烧的这个事实啊。关于这个火难的比方啊，如果按照观音一书啊，它还有烦恼火、业火、果报火的种种分别，现在统略啊。第三是属于水难，经文说三者观听宣福，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这是免水灾啊。观听宣福这一句还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修因，他在因地哈啊，就是听耳根最生神的听，属于水听水呀 啊所以如果能够把听跟悬浮回复原来的自信清净，那么就不会被水所漂啊。那么所以此令一切众生纵然碰到大水漂流，水也不会溺害他啊，他不会遭到水难。观世音菩萨在四世华严，就是对善财童子说的句颂啊，里面就是把水灾跟火难合并起来为一个句颂啊。他原来的颂文是这样子的：若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大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这是四世华严啊，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自己对善财说的话。如果有人碰到冤家啊，怀粪毒要伤害他，把人推落在深流的水里面，火坑火里面，把人推进水火啊，如果这个人在那个时候能够自诚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有一切水灾火难都不能伤害他啊，一切水火无能害啊，这就是持念观世音菩萨不被水灾所伤啊，这种的感应啊。关于水难能免离的这个记载很多啊，讲义里面引证唐朝陈文本的事啊，说唐朝有一位姓陈的人，陈三金，三字头金字脚，今天的金啊，三字头金字脚的陈啊，名字叫做文本。他说这个陈文本啊，他字号叫做景莹，是吉阳人啊，从小就信佛，常常念普门品啊。有一天过吴江，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浙江有一个吴江啊，过吴江坐的船呢、啊，小船，船翻覆了，啊，文本亦溺水中，这个文本也被这个船翻覆的缘故啊，掉到水里面去了，啊，俄文有人员，这个时候，陈文本在水中啊，听到有人这样说，能诵普门品，水难亦免，啊。能够读诵普门品的人，这个水的灾难呢应当能够免除，如是者三，这个话说过三遍啊。那么他就听到这个话之后很奇怪的，自己身体就浮到水面啊，不久啊就这个浪就把他漂流到岸边去了啊，那么人就把他救起来了，就免于水难。这是圆觉法师讲义里面所引证的唐朝陈文本的故事，这个故事出在《法华经持念记》，有一部书叫做《妙法莲华经持念句》，受持《法华经》，不论是全部或者是某一品，所有的感应，它都怎么记载下来？
这是清朝有一位姓周的周克福居士啊编的。这个实验记里面记载的陈文本的故事啊，跟这个讲义里面所引证的是相同的。讲义引证呢，可能就是根据《法华经》持念记，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持念记所说的是说他念《法华经》，他说他在水中掉在水中的时候，听到有人这样说：“能诵《法华经》啊，应得不死，是吧？能诵《法华经》的人，应当这个时候不会死。”啊，掉在水里也不会死。法华持念记说的是念法华经，而这里是把它改成普门品，可能是比较容易显明吧。因为普门品就在法华经里面的一品呐、法华经七卷二十八品，普门品是第二十五品呐、所以念普门品也是念法华经啊，意思是相同的，就是根据啊。这个《法华经持念记》里面所有的记载，把它照录下来那么这是根据圆觉法师讲义所引证的这个古代的感应故事啊。古代的，也许有人说这么太久了，你不大了解我们讲近的，讲近的是我自己亲耳听到的。就是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老法师，慈航老法师他平常就是念观世音菩萨，他南无观世音菩萨不离口不离心，时时刻刻都在念。他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就是他自己得到感应。原因在哪里呢？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跟太虚大师到印度去那么他因为印度太热了，印度啊到了中午太热的时候，人都跑到这个水池里面去泡水呀、泡凉。这个慈航法师他不会水性，没有学游泳，那么但是热的没有办法消受了，就看到附近有一个水池游泳池啊，他就下去泡水因为他这个一级一级下去的水是不清啊，看不到底，不知道有多深，他只是在第一级第二级下去在泡水，一不小心一脚一踩踩到这个下面去，整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已经喝了好几口水了，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已经觉得自己觉得可能是有问题了突然之间自己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这个水会涌起来，把它飘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石级上面头靠在这个石级，鼻子朝外，那么就不会吸到水。慢慢醒过来之后啊，有人来找发现了，才把他救起来。那么他这个时候好像做梦一样，不是梦，因为在水里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白衣大师来把他拉起来那么因此他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救他，因此他有一个别号叫做普门子。所以从此之后他专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菩萨救他的命，否则恐怕那个时候就晚了这是他亲身经验，而且是当时慈航大师他亲自跟我说的但是曾单对我说过一次，也跟大众说过一次所以这是他亲自经验的感应。他这个慈航法师他从来啊就专念观世音菩萨，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入灭，始终不离观世音菩萨，坐车也是念的观世音菩萨，走路也在念观世音菩萨他入灭以后，他的遗嘱也叫大家帮他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可见有人说他上升到弥勒论院，我想不可能，因为他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一定要把他送到弥勒论院一方面迟老他的心愿呐，他来台湾不是他的根本目标，他的用意是想要回去他的故乡，他是闽北人他想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说他的故乡没有佛法，他打算由回来台湾，台湾办了一段佛事之后，要回到他的故乡要弘扬佛法，没有想到他就留在台湾，没有办法回到故乡那么这都是因缘了不能达成他的目的我想很可能
他已经回到他的故乡去了，啊，未必啊升到内院，啊，他不会升西方，也不会升内院，可能就在人间，啊，因为他有心愿要生生世世做法师。他在中立圆光寺教课的时候曾说过几次的，啊，他说我要在这个世间度众，啊，不打算到任何地方，啊。那么有人问他说，那万一你堕落到畜生做畜生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啊，如果我做猪我就猪法师，呜呜呜呜，我如果我做狗就狗法师，汪汪汪汪，啊。他说他做猪跟猪说法，做狗跟狗说法，但应当不会了，因为他的修持怎么会到恶道里面去呢？应当是在人道里呀，继续做他弘化事业啊。这是水呢，静的就是慈劳亲身的经验可以做参考啊。就是水难讲过了，以下就已经讲到第三、第四以下这样子的啊。